标识到78点，再不过去就是。这里有一个公园，那个草还是蛮漂亮的。Hello。Is it cheese market? Yeah, that way. Just okay. Follow the people. Okay, thank you. 从那边走过来，这里看到 cube 的教堂，但是这是怎么一个图书馆？再来就比较热闹的市区了，教堂在右边。哦，他们这个球茎类的这么多种 ，tulip 也有很多种，哇，不得了！那个都是。刚刚那个是图书馆。好多玩具。今天是星期五，可能就是不太到达市区了。后面就是教堂，那这里是他们后面，可能是。出入口在现在这一个方向右转过去，我现在不想看了，我现在应该就是市政府了吧？很像。不需要现在开放没有？教堂跟市政府景观。可以结合在一起，因为很近，到这里都听到很多音乐，不管是教堂还是什么建筑画出来的。到这个墓地，也看到这个房子，两个房子都不太一样。很有趣的，很漂亮。走私的，入盘的，刚刚那边走过来。这有一个水道桥，不算是水道桥，可是这个是拉桥。原来音乐就是从这里来，好漂亮的房子。今天礼拜五，有气死的 market， 他就会快要到了，那个时间快到了，10点开始。这里是称重的地方，我有拍过照片，所以跟20年前的是没什么大变化，可是因为那个只有照一些照片不是那么清楚，我特别改变行程，今天到这里。